Hello， 大家好。Hi， Arthur， 你早餐吃过没啊 ？Hi， Danny， 早餐我当然吃过啦。你们看，我现在是不是很有精神呢？你们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告诉你们哦，因为我早餐吃的很饱哦。Hi， Carlos， 你早餐吃过了吗？那当然，我早餐吃的是面包和牛奶，我可是吃的很饱嘞。你看，你不觉得我变壮了吗？Hey， Annie， 嗨，你早餐吃饱了没？那当然喽，我今天吃的是稀饭、肉松还有荷包蛋哦，我吃的好饱哦。Danny， 那你今天早餐吃了？睡着了。可是我现在好想唱歌哎。Annie 想唱歌啊？那我们大家一起用英文 Wake up Danny 把他叫醒好了。1, 2, 3 Wake up Danny。 起床了，好想要吃早餐哦。我最想要吃饭团还有豆浆了。可是怎么什么都没有呢？但是有香甜玉米的味道哎。对耶，我知道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唱《香甜玉米》这首歌吧。香甜玉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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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甜玉米，甜玉米，甜玉米，甜玉米。尝尝面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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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尝面线，尝面线，尝面线，尝面线。好吃，真好吃，好吃好吃，真好吃，好吃好吃。搓搓汤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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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搓汤圆，搓搓汤圆，搓汤圆，搓搓汤圆，搓汤圆，搓搓汤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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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搓汤圆。真好吃，真好吃，好吃好吃。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香甜玉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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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甜